Hello，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欢迎大白哥二线上最新的刷钱刷经验的方法。你可以看到屏幕右边我收获了多少经验值和金钱啊？那么呢，这个方法呢，实际上就是贸易商或者酿酒商无限拉货，一次呢你就可以获得几千经验值，还有几百美元啊，还是非常的爽的发家致富。那么呢，这个方法呢，实际上我在几个星期前在 YouTube 第一时间就已经知道了，但是呢，我那时候已经把一些旧的配件给卖掉了，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没有电脑可以来录制视频做视频。最近呢，我买了一些新的配件，所以说才组装成新的电脑才有机会继续做视频啊。那么呢，今天呢要介绍的这个方法呢是需要有朋友的。如果你没有朋友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会在视频底下的简介里放出联机群的群号，你们就可以加群啊，寻找好友一起联机交友了。大家呢就关注订阅我的频道，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欢迎大镖客二线上最新的刷钱方法的视频了。今天分享的这个原理呢，就是几个人组成一个武装队，然后呢当贸易商或者酿酒商的货满了之后，我们就去拉货。当快到终点的时候呢啊，队长就准备关掉这个游戏。那么呢，当你走到终点的时候，屏幕上面出现打勾，然后就把这个游戏给关掉。那么呢，这样的话，你队长虽然说不能获得任何金钱还有经验值，但是你的队友呢可以获得满满的金钱经验值。然后队长在上线的话，就会发现自己的货还是满的，所以说还可以再拉队友呢一起再出一次货，然后再关闭应用程式，然后再出货，再关闭应用程式，这么反反复复，这个方法还是非常有效率，收益也非常高的。快的话几分钟一趟，一趟的话直接就升一级，然后还可以获得几百美元。在这里建议大家把营地设在丰功草这里下面，这个地方呢是离拉货目的地最近的地方了。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队长是怎么操作的。首先呢，我们来到营地的贸易商，你可以看到我有61件货品。这次呢，我只是演示，所以说没有等到他100件货品。如果你有100件货品的话，收益是最大的。我们直接选长途运送。在这里呢，我加速了一下视频，直接来到了后面。那么呢，当你的朋友准备把货送到终点的时候呢，你作为队长就准备关掉这个应用程序。每个平台的关掉游戏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PS4、PC、Xbox 都是不一样的。作为队长的话，你要注意屏幕中间啊，这个圈圈如果变成打勾的时候呢，就立马退出这个游戏，然后再重启游戏上线就好了。那你重新上线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这个货呢还是原来的数目，一分不少，所以说还能可以再拉一次。如果你有100件货品的话，就可以重复拉这个100件货品，还是非常爽的。这就是无限贸易商的方法。那么呢，队长退游戏的话，他是不会获得任何经验值还有金钱的，所以说造福的是队友。那么呢，你可以这样子，你队长呢带你们队友刷5次，然后接下来就轮到你队友这样带你的队长刷5次，就是你给我刷5次，我给你刷5次，这样就扯平了，对不对？就可以互帮互助嘛。在视频后面呢，我会放出我作为队友的视角。那么呢，我现在先给你们看一下酿酒商是如何卡的。好，其实呢，这个方法呢和贸易商是一样的。首先呢，我们到私酿酒小屋啊，去准备拉这个20瓶的私酿酒，满满的是20瓶。然后我们需要找个买家，找个钱比较高的，就比如说这个226美元的。好的，我们快到了终点。这个时候呢，让你的朋友上马车，把缰绳给他，让他自己把这辆马车送到终点。我们作为队长呢，就准备把这个应用程式给关掉。那么呢，Xbox One 是打开西瓜键，然后选择欢迎大镖客二，然后准备退出。队长呢，就注意看一下屏幕上面的那个圈圈，如果变成打勾，就赶紧退掉。就现在退，OK，搞定。然后我们再重新上线。当我们重新上线了之后，我们回到私酿酒这里，会发现20瓶一分不少都在这里，所以说我们还可以再拉一次，反复拉货。这样的话就不用等待几十分钟的酿造时间了啊！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实况吧。炸裂剑，我操！我坤哥，我操！那一发炸裂剑上去了，我靠！我坤哥一发剑啊，他螺旋升天。坤哥是名声在外的，我操，很厉害的，我觉得我连999级都得折服人。我还退游戏，我今天被虐了，我很自闭。哎呀，坤哥可是连999级都能暴虐的。坤哥，你被丘吉，你被狙神丘，丘吉尔狙神的小弟633灭了是正常的。丘吉尔让633打狙一打，就跟2018找地儿打野狙打1小时的，那不打死你？操他呀！我再不要嘲讽这个消息了，我操！这个事儿我操，一生的耻辱。没有嘲讽的意味。喂，准备好好交了啊！喂，交，冲！我操，真会玩！东方杀不杀？东方你，我给你让个位置，不然杀回来啊！行。原来你不用给我让位置，那你杀呀？你给我让位置干啥呀？你刷呗，你过来，正好我歇会儿。你刷吧，我给你让个位置。这马屁有点爆。
你可以站在我的马后面打我的马，然后被他给踢死。我靠，你这马挺乖的，我刚才打了他五六拳，他没踢我，他不踢我。他是母马。他是04年还是05年的？反正比我小2岁1岁的。我操，这个兄弟为什么？我操！你的30块没了，你30块没了，哎，你三十块没了，赶紧跑！救命！你三十块没了，哎，我绑错了，这谁把我绑错了？你绑了不该绑的人。进队，进队，进队！速度！我们在做爱情的宣言。太惨了。嘿，你这个跳的狗屁，要告我老子！我操！我怎么我给你们刷了、啊、不刷了？我操！打会儿别的去，打点别的游戏。我看到某人打马屁股，然后被马给踢死了。我搞一下，那这是我的马。站在马后面打马屁股。来打一下这个马屁股，我这是公马来着，你看能不能一脚把你那个掉，办了，一脚给你办了。有个小母马，啪，啪，我操！不会死。我看公马踢的痛一点，母马踢的不痛了，换了血不到扣了。再来吧，啪。我操！完了，我都死了啊！哇操！我操，又快升级了！我刚升完了级，又快升了。这货确实爽。干嘛？人渣？你们有人玩过人渣这款游戏吗？人类一败涂地吗？不是，人渣。这是什么？生存类的游戏。你们在干嘛呢？忘，好像是有点耳熟。好的，那么呢，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那么呢，也不要忘了看屏幕下方简介里面的联机群的群号，一起联机交友吧。